咱们讲下来磨，不用不用啦，五百块人吃就好了，来黑人能办来，给你给你给你，两百块，这么完钱都无嘞，你是，来两百的，来两百块黑人，来最后四个客人下来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还有两天要怎么度过？我觉得连爽都没有摆弄风车，我来黑人能摆弄啊哈，都来谢谢。来北青啊，快快是吧？现在都讲北青了，都是种风火鱼啊出来。来要讲科花鱿鱼，够话些啊？还有吗？这个没有了。三包啊，完。来要讲两百块来三，两个人要买多。来最后一个，来无啦？两天两个要买多。站起来，两个客人可以。来，还要讲北青来。北青。南欧北北啦，讲平湖上海地啦，咱知影什么意思？鱼品牌，鱼品牌，鱼品牌哦。好啦，来，免听就来宾啊，无今仔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哇！来海北三妹来，来大哥大哥来，谢谢。这鱼品牌呢啊，注意！注意！来一千块的。来一千块弄完嘞。来一千一个。北青干部。三位，三位。这个不是三位哦，还是不在这种店里面。两个。我。鲜鱼品牌两个。好了，妈妈等鲑鱼。鲑鱼我在煎啊哈。鲑鱼在包了。那鲑鱼每天要小外给鬼花钱啊，对吧？两个。来一千块。北青什么类啊？我好手工就白手就上白手了。两个。来一千两个啊！反正两个加价过。白手剁做肉鱼也卖你。是无？不十块无三百就爱二啊五啊！你我要靠我上，你买就我上，你无要，你来要四百就爱三五。那要吃遐品牌的来一千块来。两个。两个卖了呀？我要存三百两，三个肯定也超过我了。我阿姨啊，我阿姨啊，我阿姨啊，来老姨啊，你也是买我阿来啦，卖当生啦，卖惊人吃啦，有啊。来一千多，一千块啦，个人要吃一半无？来一千多，还是搁咧想哪位啦？你请我出去玩，后边搁有鱼啊无？九百，妈变脸啦！来做回来，伊那边来吃这啊？啥子啊？三倍啊，大哥阿大象，大哥两位，就拍下了，蛮豪华啊，你就讲，阿、啊、弟不会改期，老弟大姐，用强点，谢谢大哥，阿弟明明都大姐，你前面两岁姐，哇，一千两，不是卖你五千啊？来去签的，签的，咱们家北，对吧？白宫，哎呦，来去签的，最后结账给你，来去签的，最后一个客人呢？安好了啊？没还给路啊？还没还给路？我收了三个都收了，三个安呐。哦哟，谢谢。三位，能不能下去吧？加班的那把劲的，我出来走得了，我看你几把劲。哎，来，啊，给我看一下，红梅吗？红梅全部啊，大部红梅的。出去回家不了，对了。不了。这样给啦。这回了红梅叫姨姑。哎，是大庙在我家传召叫姨姑。哎，这回了你敢叫吗？啥啥你该吐得了，哦，我好有发现啊，你咋得了啦？今天明天再来。我再来，得顾赖姐啊，公司咋咋的？你敢包的？阿婆呀，还揣囡仔方便吗？阿妈买几包？来，阿妈买两包片来，七八块的，阿妈一百块的。两百，哎，他要两百，他不要两百，直接破一的哦。你阿妈买两包呀？好啦，哎，最后一包的，好阿妈哦，来一百块的，阿妈水果啊，金丹丹。来七八块来阿妈，一百块，这边结的，来阿妈七八的，七八块，过来要吃阿妈无？
你教红来落车啊？靠山啊！伊家会当做当做蛤蟆，甲起咧煮汤水。红来起咧煮汤水哦。啊，细条，你看蛤蟆有死无？来得起来，发财。好来，阿小哥，你剩偌济啊？没有很多了。没有很多啦。也要用看板啊，用看板好用游泳池啊。都变游泳池了。哎，恁老物件吼，会当下食哈？使下食，阿袂去哦，用当谈多多。谢谢，来。阿哥要爱啥？都唔讲话啊，我家揢物件叫伊食来。好，来来来，这先我开来。哦，这人人偷家，无计计我。来，薄粉的哦，辣味哦。这个粉会香，鸡腿本身袂香。小卷有人点哦。大鸡无？这鸡腿啦。哇，阿广告薄粉很薄的粉哦，我是它微辣哦，微微辣，很好吃，很过瘾。来三百咯，三百块来，一支五十，两支二十，三支二十，四支二十，五支二十，六支二十，来三百块，二啊五块，来两百块，小姐要来，薄粉鸡腿来，两百块。外公，这支搁请你。这个个上，我吃欢喜，两百块都我袂记得来。这我卖三百呀，不是卖两百尔啊。来，我今来，今仔我咧试试啊。来五支来，六支来，这两支个上面来，来两百都两百都。今日剩三个人个了，来我袂记得办了，四支。来六支来，这两支个请你来，来两百都两百块来，最后两位了。我改攻击，你看他喝酒呢？用煎的、用炸的、气炸都可以啊。用油炸、用气炸都好吃。来两百块来，一个人不是五只哦，是六只、七只、八只哦。哦，来两百来，最后一个人给薄粉鸡腿来，两百块。薄粉辣味鸡腿来两百，两百阿伯伯春秋娘来，大哥谢谢，感谢你。二来阿郭宇来，郭宇放哪？郭宇这边。来郭宇来，大哥你呢？谢谢。来，阿妹加加油棒，棒子加油棒，那个小姐有点姐夫，慢一下，帝王蟹风味棒啊，这名都好，那钱唔来都冲啊我，来，每个介绍两百块我都，两百块阿小哥我的，好啊，来一个，两份啊，好不好？外面，四个，顶起钱哦。等哦，人蛋子蛋料，我唔知影只有够摊卖无？斤蛋子哦，来一份两百块。五个。偌济哦？一条三十啊。网络今麦恁记得就有啊。要差价的名气，伊就来讲介绍。六个。这边卖一比三百，有要只两百几支，两百五支，五支找你五块。六支哦，七支哦，八支哦，九支，十支哦。六个。赶快卖两百。来七个。这今麦做。很夯啊，因为哦，它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低热量，一共哦，那不低热量，你哪家搞后边还吹？它的真假呢？它的真假低热量？还能包？我们是说些啊，哦，哎，红烧栗子，你说啥？干嘛我破风啊？这头鸡搞我骗？我旁边他讲啥？弟弟一样忙二娃，再见。来，两百块有无嘞？七个，七个呀，都加两条。阿妹妹，两百块我来，一个人十二条哈。来，两百块来。你弟弟要吃哪位？哈哈哈哈哈。做老你切错哪位了？我唔是讲你啦。后边你，你坐你坐啦。一个人十二条，七个哦。来，有要两个来，一人挂两包来。是车的，是车的呢，是车的啦，车的，不是压的，游览车的。来，小哥啊，一千八八百五百过来，五百过来，小哥啊，这免介绍，咱个小哥啊，笑好个，来五百都，咱是啊，要千个。哎，要不吞了，我倒走。哈哈哈！贵龙来谈个，有家淑女，来五百，小哥啊，来五百块，最后要卖钱，来帅哥卖哦，来快去。来五百，大哥要不要？小卷还有吗？再来一份。来，五百块钱的话，真正不然要买我的芋头，真正可恶，来芋头不然抽出来就买。这几条要不要了？哎呀，芋头全部拿起来了。这不是全部吗？还有啊。你去老妹等你做咩啊？我都吃芋头吧。
一百块我都不能买。我骗你了。哎，鱼头一百，哪有要煮？来，倒开，倒开，倒开，我你爽个，再卖头，这鱼拢好啦。什么？来，找鱼来。来一百块了。来鱼头，咱要煮啊，来一百。这青你敢看目睭就知影有青无青。很新鲜哦。卖个问我偌济，一百就对了，一百块。我要注意他吧。我嘛唔知几点啦，你若有兴趣的话吼，你看你啊倒去厝，较家己做，好不好？来一百块。石墨鱼头100块。来一百啊。你敢要吃？好吃。好吃。来一百一百卖卖哈。真的好吃。来鱼头一百块。这好吃的物件你唔得。你就要去吃阿萨布鲁了，实在是。外面请一个鱼头，来一百块鱼头。是，你是捌食过鱼头无咧？两下三掌。哦。规种饺子呢，鱼头你食安怎？鱼头其实做营养的。真的。来，再来头一百。来一百。来一百，冻下姜下只两三三下咧都。来一百。两颗哦。我你来冲好。我想买。来一百块来，四毛一头一百。一百阿无嘛少钱，等钱起来。一百块了，冲好我，你要抢我的豆腐。来一百，弄完未？来。都摕一盘来当。豆腐都不够用的，都要搞抽奖。很多呢。来一百了。鱼头我不要卖好完，我唔甘愿呐。我要吃无？咱无做拄好，恁家咧卖垃圾饭的。这鱼头甲称称，甲七十百二的。一只十块好卖价呢？七十百二。再卖一百呢？来，几钱啊？这里。我在买，我挂，我咧想要买啊。有啊，收人嘛，做好用。看到我收啊，就个上好准，甲接面。这一百块，我你半杯半收上嘛，不够卡少，来一百咯。来两个人过来，来一百块咯，全部卖一百咯。请导演嘛。我呐，我给得了出来，阿伯得了，有点胖是吧？的啊，肉肉的啊。哎，这一百好是出，收这啊吗？是好啊嘞。是太多了吗？太多了哈。来一百了。能博一百。哇，收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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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像我海，他倒了。我开这个价，这个价，来包一个一只三百了，纯金三只来不啦？这人一只，你还来200块来？大只的鲍鱼鱼200块。200啊！啊，谢谢。来，你有介三花白上来龟尾龟虾包来，来月亮虾比哥比几刀啊？这冷清的啊！来鸭肉丸有点哦。来那个千年拼盘都。来鸭肉丸有点。来龟尾300块来。你吃龟尾，他今年无来，来三百龟尾，我还没蒸，300块来龟尾，三百，有人要吃龟尾吗？龟尾啊！请小姐啊，无？三百，我还要吃龟尾，三百。无人要银钱啊？哎，恁两个要多？买啊，买不到鲑鱼可以买鲑鱼尾啊，也是鲑鱼啊。来三百喽。好了，到嘞。七八七九九七八，来三百喽。来三百喽。来三百喽。来啊！来起来，起来。来三百喽。起来，淘金买起来。嗯。原来我真爱一直爱画画去吧。爱画沙发。来月亮虾饼300了，我开始拢300啊！来月亮虾饼300了，三百的你免烦恼啊，姐，好不好？来300月亮虾饼，三百，来2包的，来3包的，来4包的，来5包的，来300，我300我嘛无开开你，连5包的呢，
九姐妹，你要冷拌红铁对蒸中锅虾、月亮虾饼，200块来。OK， 别来了。该烧啊，就爱烧。月亮虾饼。来，冷拌红铁月亮虾饼，200块来。最后的一箱了哈。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冰果来。月亮虾饼冷拌，冷拌，冷拌。好，小姐要一份，真的很好吃哦。总共有五包，五包来这套可以有几瓶？五包掏开一包两片，多少五包多少十片，每里六包都多好点，来两包都这样下饼来，最后一箱了各位，要买要快，来五包一份，来两包后月亮下饼，最后三位了，来200块，都买到了吗？啊，最后两个哦，我给他们没用，做交了，没用，来两包，两包来两包，来最后两位了，月亮下饼200块，小姐要一箱哦。两箱啊，三回来，一包，一份啊，200。这贵货出来谁给啊？你慢慢买给听。来200块都来，今天3包、4包来，5包来，最后一个让给200都好啊。耶，月亮虾饼完送。我记得爱杯以后送完送。来200块，最后一位啦，还没有买的来200块，冷八，弟弟，你们把它过桥。我哥哥庞永杰来冷八。加了王永杰了。最后一个冷八包，无吧？有啊，有啊，来压落完五包都上叫。大哥，来月亮虾饼给我。兄弟，兄弟，你老板不要钱，几万只的哦。唔办，我你请假后抓我发五包，你等等钱啊，真正赞哦。100块来都是100块。压落完100。哪个人给啊？五个人给喽。今天来阿爸碗超级好吃，阿爸碗100块。100。哦，这边要收费哦。对吧？多少块呢？来，后面的小姐是不是要来买100块啊？不要借啦，我会得二啦。我妈贪心啦，给他去拜五的，不是拜人的。来，100弄完嘞，五个人给你来啊。一个三点五元啦。请两位老来，给这来卡拉鸡块来。来，都在我这边喽。卡拉鸡块成这样。1000的鱼拼盘。来，1000的鱼来。好。卡拉就是已经预炸过了，叫卡拉。真正好吃，而且袂咸，你能玩乐。来200块来，这样买一半。200块好买只卡拉鸡。100块来100块，100块来卡拉7块来100块。回家今天来100。100啊！好啦啦。我是要给他载对啊，这已经掏开啊，吼，都开去哦，你再载对啦。来三个买对，安尼200都伤少，200都伤少，2个而已哦。动作快哦，不用买200哦，来700块来，两个人加买来，卡拉鸡块。我囡仔做点心，家己爱吃拢会使。冲啊我！鸡他们都不吃呢。来200，中包来霸王给几个月都150，我真的了钱，让你们带回家的来霸王红，这么好吃，大哥好贝贝的，这真的好吃，新加坡的，新加坡的 ，OK， 还能200的贝贝，黄金黄金黑的，来，还要吃胡桃木熏鸡，还好像又是鸡，鸡啦，为什么不卖鱼呢？一直卖鸡，卖过了。来，要吃胡桃木熏鸡来400一只，还要三片蛋哦，1斤100哦，还袂死啊哦，来400了，来三百了，超大只的熏鸡，哎呀，今天不是鸡的日子啊，今天台北，出天我可以混，麦哥哥带出场，几人几只，299来。好吃啊！无咧，我们大家拢爱心思强强，万千万千了咧。
因为要黄金鸡银呐，吼，总有人要跟我讲话啊，来杀。这个手机啊，我杀你啊，无人要卡。三个我嘛无落去。我系苹果的。苹果的。诶、欸。我的手机啊，我的手机啊，对啊，帮我吹一下，是啊。就套餐就不看啊。套餐就送你啊。啊，我这边新的，我卡送你。对啦，对啦。来啦，快点啦，金鸡啦。黄金鸡。金鸡一只三百，黄金鸡一只二啊五，两只做一个好不好？强迫冲强。当然。这大哦，这要挂汤哦，真正做重的，做大只哦。来，买三百，二啊五来，三只尔。